巧是什么？假装我知道的。不相瞒，真没见过仙人桥长什么样。阴阳怪气，这个能不能剪啊？我突然发现它是一根儿哎，让他俩别牵手啊。好了，不管了啊，就这样吧。这个女孩子是鞠婧祎，也是花间令中小五座杨采薇。除了厌世长安外，偶尔也会种种花。这不，今天案子一办完，她就跑去种花了。任务一：五座幻影，收集线索。抽选不同的花木种类，对应画出相应花的形状，只要画的形似，则为画影通过，并获得相应数量的花卉。你都要画，我还以为只让我画一个呢。好了，你可以开始画。天上有太阳，有月亮，有星星，满天星。玫瑰花怎么画的来着？特别棒。这应该玫瑰花吧？你阴阳怪气，烦死了！情人草是什么？情人草？不相瞒，真没见过情人草长什么样。情人草。哎呀！就是他们就是两情侣嘛。哦，什么花？我觉得那个花他肯定一般人也不知道，如果我不看那个题的话。那他如果这么说的话，一定不是类似于玫瑰啊这种的，不是很传统那种。不是那种，就是一般人很难听到这个吧。他俩是什么关系？情侣啊。差一个字，是这个意思。好情侣。换成一个字，换一个字。情人。嗯。情人。情人花。反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。情人爸。他肯定猜不到啊。情人爸到青岛地名去了。已经很厉害了，猜到了情人，其实他是情人草。我不知道，因为花粉过敏，我接触了花类可能就是特别少。哎，就剩俩了，还非要抽，是不是啊？我乱画的，特别好，是吗？这是风铃花，你是德云社的。哎，就剩俩了，还非要抽，风铃花是什么？怎么画呀？快，场外求助。风铃花长啥样啊？啊，哦，长这样哈，假装我知道的。啊，哎，是吧？是他吧？只不过他用黄颜色画就好了。老师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您刚才画出来的花。是我刚刚画的都有吗？哎呀，那真是尴尬了。任务二：五座插花，手熟五他。根据第一环节收集到的花卉进行插花。我先试试它，进去得放多长才合适。啊，那得这感觉不是很搭呢。老师，你跟那画花是不是都差不多？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就是那个情人草，你没看到这他们都是牵着手，他都牵着手的。这个能不能剪？我突然发现它是一个根儿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
让他俩别牵手啊，让他俩别牵手啊。他是不是色素啊？他太绿了。平时会买一些花什么？会买，但我不会插花。您平时喜欢什么花多呀？也是玫瑰花比较。您喜欢自己买还是别人送的？我都喜欢，就是花，我就挺喜欢花的。您喜欢红色的玫瑰？好看的玫瑰都好，好玫瑰都挺好看的。不过你说现在还有那种渐变色的那种，也好好看。哎呀，啥呀？今天以后您估计是对插花有兴趣了吧？也是可以。你要觉得满了就可以，不用不插了。不行啊，就插两个了。把它放进去。这五种花里，除了玫瑰，你比较喜欢哪？其实还都挺好看的，因为满天星，我小时候家里有。好了，不管了啊，就这样吧。没整过。还有您的作品，你能稍微展示一下？对，然后做一个丢人的笑脸。任务三：以物换物，用插画作品与攀野潘大人进行礼物交换。潘大人送你一朵鲜花，请问你有什么可以回赠的？鉴于你这个花这么好看的份上，我就送你一个盆栽吧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个盆栽呢，其实是特别的好。这样怎么样呢？那咱们来一起种一下。哎，我来撒土，你撒种子吧。真是花好，你找的来，撒进去。没有什么，没有，就。好，我再把这些土盖上就好了。好。